欢迎弟兄姐妹出席今天晚上的这一个讲座。那今天晚上的讲座主题是讲走在钢索上的人边缘青少年的牧养工作。今天将会有刘凤英传道来为我们分享这一个的课题。那大家晚上好，我是永信，谨代表以盛资源培训中心再一次的欢迎大家的出席。那今天的流程主要会是有敬拜赞美，过会是有信息的分享。那在信息分享的过程当中，如果弟兄姐妹有任何的问题，在听了之后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有一些想要问讲员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把它打在这个的 chat room， 或者是 PM 我也都可以。那在过后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Q&A 的环节。那由讲员来为大家解答大家心中的这一些的疑问。那在 Q&A 过后，我们会有一个简短的报告。那我们之后就会结束今天晚上的这一个聚会。那在讲到今天晚上的这一个课题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教会都有在做这一个青少年牧养的工作。那可是，今天很特别的是，这一个的青少年前面再加上了这一个的边缘，那我相信这就变成并不是很多教会都有在接触的一群少年人。当我们说到边缘青少年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爱心、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包容跟更多的接纳。所以这一切呢，靠着我们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必须是靠着从神而来的这一份爱，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一切。让我们来唱接下来的一首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也预备我们的心。
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借着这一个线上的平台，来到看以及讨论及探讨这一个边缘青少年牧养的课题。主啊，我们感谢主你当初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让我们看见这一份无私的爱。也让我们学习到怎么样来到运用我们这一个从你得来的这份爱。主啊，在我们的侍奉当中，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能力，让我们有智慧。主我们更感谢你让我们看见这个的需要。主我们全然将接下来这一个的讲座都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恩高讲员的口，让他所说的都能够是造就到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听的都能够是受用的，完全的仰望交托在父主你的手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圣名求， Amen。 好，那今天的讲员会是刘凤英传道来为我们分享这个课题。那刘凤英传道在青少年的这一个课这个的领域当中呢，已经有了大概26年的这个侍奉经验。那流传到在不同的中学都有辅导不同的这个各式各样的青少年，所以他对于这个的课题可以说是最佳的一个的讲员。好，那事不宜迟，就把今天的这一个讲台交给刘凤英来为我们分享这一个的课题，把时间交给传道。好的，谢谢荣幸哈，请问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吗？听到，听到哈，我 share screen 一下哈。荣幸你可以加我 share 那个 screen 吗 ？OK。好的，首先要再次谢谢这个以身的邀请哈，让我能够。有机会再次在线上和导师们、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探讨这个边缘青少年的牧养工作哈。我把今天的主题定为走在钢索上的人哈。Okay? 那还没有进入这个策略之前哈，我们所谓的方法啊，牧养的方法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什么是边缘青少年哈。OK， 什么是边缘青少年？那就是当一个行为一般的青少年开始演变成为一个不良分子的那一段时间，那一个过程哈，我们就称为边缘青少年。好，我再说一次，就是当一个行为一般的青少年，他开始演变成不良分子的那一段的时间，那外展社会的工作者。就把这个阶段的青少年称之为边缘青少年，因为他们在那个阶段就站在哈，刚好站在那个钢索上面，怎么样面对良善跟邪恶两股势力的所谓的拉扯哈。好了，就如刚才我所说的如果要从一般的青少年演变成一个不良行为的所谓分子。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啊，需要一个时间跟过程。那我就把这个过程哈，这个时间跟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哈。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哈。来，一般青少年演变成不良的分子会有四个的阶段。第一个的阶段，我们称之为好奇心的阶段。OK， 在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呢，就什么都想尝试啊，他没有试过的东西他都想去尝试，所以我们称为好奇心的阶段。然后这一个阶段过后呢，就会进入刺激性的阶段。
那所谓刺激性的阶段呢，就表示这些的青少年他开始就会染上一些的坏习惯， okay? 然后他开始不甘愿目前这种乏味的生活，比如说只是读书啊，要不然就是做功课啊，一堆的 assignment 啊，他就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他就开始怎么样，他就开始寻找，不断寻找新的刺激。然后在寻找刺激的过程呢，他就会慢慢染上一些不好的习惯，包括他参与的朋友也是会有一定的原因、哦、跟那个影响。那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这个第二个阶段接下来就会去到第三个阶段，我们称为冷漠的阶段、啊、冷漠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青少年由于他经历了很多的挫折跟伤害，所以他的良心呢就开始慢慢慢慢变得麻木、啊、我们说他良知会开始变得麻木，他不会再去反省自己的行为，也不会为自己所谓那些不好的行为而感到内疚啊，在这个阶段他已经开始不会这样做了哈。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我们就称为不良的阶段了哈。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国家哈无论是政府办的，或者是一些私人机构办的一些感化院，我们说的感化院或者是改造中心，然后我们发现青少年来到这个不良阶段的时候，一问他经过感化中心啊的改造，或者是一些很硬的、哦、我们所谓的很硬的这种的训练，但如果他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哈，一旦他回到社会的大环境之下呢，很容易他又会怎么样重染恶习，然后他就变本加厉，甚至成为真正的犯罪分子。所以我们说一般的青少年他要成为不良分子，他需要经过四个阶段，如果到了第四个阶段、哦、他还是一样的、哦、没有去、有被人很好的去引导的话，他就会真正成为犯罪的分子、啊、这个阶段我们需要、理清、啊、需要去搞清楚，所以、不是青少年就一下子就会变成那个所谓不良分子的哈。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看、哦、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就是所谓这四个阶段里面，我们能够及时给予他们帮助，或者是有一些管道去引导他们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挽回很多正在走向歧途的这一些年轻一代的，我们其实是可以挽回的啊，就看我们要怎么去做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那既然我们说边缘嘛，边缘青少年我们称为边青，那边青肯定跟偏差行为是脱离不了干系哈，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偏差行为哈，因为这个我们需要理清，因为今天很多教会的导师他可能会把一些行为哈如果不清楚的话，到底怎么样的行为才称之为偏差行为啊，怎么样的行为其实是一般性的行为，所以这个我们要去理清一下哈。啊，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偏差行为，就是当一个青少年他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他面对挫折，他面对压力啊，面对这几个层面啊，冲突、挫折、压力、矛盾，他所呈现的情绪哈，就是当他面对这些事情，他呈现出来的情绪是退缩的，是压抑的，是敌意的，包括反抗的，或者是冷漠的啊。当他有这种情绪的表现的时候，然后他产生的一种防卫的反应是攻击、发飙、爆粗、自残啊。我们所谓的自残，他用刀片割自己，这一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叫做偏差行为了。OK， 那我再说，当青少年他面对压力的时候，他面对挫败感的时候，他呈现出来的情绪是一种很压抑的、反抗的、冷漠的，或者是这种推缩的，然后他一定会有一些的所谓的行为出来嘛。然后如果他的行为是发飙啦、攻击啦、破坏啦、爆粗啦、自残等等，我们就称之为偏差行为哈。换句话说，如果青少年这一种情绪啊，长期他得不到排解哈，我们所谓的发泄，他得不到排解跟发泄的话啊，那这个心理问题哈，如果不及时帮助他去处理，他就会产生这些偏差行为啊，偏差行为严重的话，他甚至会导致违法的犯罪。
所以他一定是先有偏差行为，到了之后他才会有那个所谓的违法的犯罪，违法的犯罪。那由此看来，各位导师们弟兄姐妹，情绪问题跟偏差行为是脱离不了干系，它是延伸，我们说青少年的情绪反应，它是延伸偏差行为最主要的导火线，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个的状况。那在我服侍边青，在我服侍边青，就是我进入中学，包括其实现在教会也开始接触一些从比如说外面来的一些孩子，在我这么多年的观察之下，这一些孩子所产生的偏差行为又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所以是相当大的一些的概念，所以导师们可以尝试去消化。 OK， 我在想可能大家就不需要抄，我过后会把这个 PowerPoint 就给这个圣光传道，然后再请圣光传道再转发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比较注意专心的听。它大概会有这个四个层面，我们说偏差行为的特征。第一个层面我们叫做外向性的行为问题，所以导师们你们现在一面听的时候，你们就一面去思考一下或者回想一下，你们现在所接触的这些青少年有没有这样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我们所谓的是外向性的行为问题，比如说他逃学啊，逃家，就是所谓离家出走啦，不合作，反抗，不受约束，滥发脾气，他撒谎偷窃打架，伤害别人，我们说捣乱啊，破坏行为，霸凌爆出等等，这些我们称之为外向性的行为问题。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叫做内向性的行为问题，因为刚才那个很明显看得到的，那这一些就是比较是内在的，比如说他对不起，那个逃学是没有的哈 ，OK， 是萎缩啦，消极啦，不合群啦，他焦虑，焦虑的反应，然后敌意的情绪，还有我们觉得比较严重的是后面那两个，一个就是自虐，自虐我们所谓的自残哈，然后最后如果他这个所谓的焦虑的反应很严重的话，他会去到沮丧，沮丧我们所谓的 depression， 然后他就会产生自杀的念头，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内向性的行为问题。 OK， 那这些都是属于偏差行为里面的哈。然后第三个层面呢是什么呢？第三个层面我们称为学业适应的问题哈，比如说他逃学啦哈，刚才我们说的作弊啦投机取巧啦，偷懒啦，懒惰啦，比如说学业成绩的不稳定，也会导致他一些情绪的状况，没有办法专心啦，不做功课等等，这些其实都会延伸偏差行为的，这个是第三个层面的。然后最后一个层面呢，我们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行为特征呢，就是不良的习惯抽烟，现在我们看到以前没有电子烟的时候，他们都是抽那个尼古丁的，那个比较是那个香烟，我们说香烟。现在我们发现，在我接触的中小学里面，他们都抽那个电子烟，喝酒啦，赌博啦，我们看到赌球有世界杯啊，羽球赛啊什么，他们都拿来赌，还有这个吸食药物。一般上我接触比较多的都是摇头丸比较多，毒品的话，大概是那个白粉，他们好像比较容易接触到那个白粉。我曾经在学校里面有跟这些学生分析过毒品的种类，他们最后都说接触比较多都是在摇头丸，摇头丸，然后更多的就是现在很多学校特别是国中学校，很多都有黑帮的问题，我们说黑社会就是那个私会党，我们所谓的私会党，特别是在其他州我不太了解，雪隆一带的话几乎每一间学校都有交保护费的，所以我不晓得教会的孩子当他们进入校园的时候，去国中读书去读中读书也好，不知道有没有面对这些黑帮的问题，我接触的学生每个月都要交保护费的10块钱，如果不交的话很多问题很麻烦的。那这些就是偏差行为的一些特征，所以给导
师们了解一下，然后你们从中也去观察一下你们的青少年现在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刚才所提到的每个问题哈。那从这四个层面来看呢，你会发现哈，导师们牧养边青啊，牧养边缘青少年，其实要投注的不只是爱心的引导罢了哈，也不是耐心的陪伴，其实更需要的是什么？智慧的辅助，所以我们真的要祷告，我每次去学校都花 很长的时间、去祷告，去求神预备我，预备学生，圣灵工作非常重要，智慧的辅助呢，我们当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在青少年还没有发生这一些所谓偏差行为之前，我们要做出预防的工作。 OK， 那前提就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对青少年内心的变化，他们内心会有一个变化的状况，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掌握跟了解啊，因为他不是马上就变的，他其实是有一个过程嘛。所以我发现今天教会很多的导师都不晓得他的接触的青少年到底内心出了什么状况，每一次一有事情的时候，其实已经去到严重的阶段了。这个我们就称之为有点后知后觉，就是敏感度不够，我们的观察力不足。所以每一次要处理的时候都是非常头痛的时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青少年内心那种变化的状况能够及时的敏锐然后掌握，然后我们这样子才能够怎么样对症下药哈，对症下药。好了，接下来就要谈到这一个对青少年来说我的世界正在分解中这个需要了解一下边青他们的世界跟一般的青少年的世界有什么不同记得我在第一次培训的时候，如果大家一直有固定上我的培训课的话，我在第一次培训的时候就曾经告诉过大家创作儿童文学这个文学奖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有一句很经典的对白，就是这么讲的，他说我不是疯了青少年一直说我不是疯了只是我的现实世界跟你们的不同而已这个就是他们一直要强调的。 OK，那我们接下来呢我接下来就要带导师们去走一趟青少年内心变化的一个的世界，还有一个的旅程来探索一下他们的心理状态到底是怎样的。 OK， 那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当青少年步入，我们说当儿童就是小学生，他步入青春期的时候那青少年就会开始很奇怪的，他会开始变得很多愁善感的。你问他的时候，他也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这样哦，会多愁善感。他们经常会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一些很小的事情莫名其妙就在那边难过，莫名其妙就在那边 emo 的。OK， 或者他们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句赞美的话，就感到怎么样？就感到很激动。就感到很开心所以你会发现青少年步入青春期的，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一下子愁眉苦脸，一下子又兴高采烈他们的情绪就是怎么样，大起大落像股票行这样大起大落。那导师们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总觉得这些青少年好像那种我们说屁小孩小屁孩这样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我告诉你，其实他们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都知道。OK， 他们只是不理解他们只是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只是觉得这种怎么样讲呢？当这种不好的情绪，或者这种一时高一时低的这种情绪他们很想去控制它，很好的去控制它，但又发现很多时候又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时候，他们那种的心情就会怎么样，很不舒服。他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这一种青春期的孩子其实是走在钢索上面的，因为他被两股势力在拉扯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又不是很理解。 OK， 然后他不理解的时候，旁边的人周围的人又在加一些压力给他们的时候，讲他们不认真讲他们一直在那边玩他们就会更怎么样，更挫
拜，他们会不知所措。OK， 所以很多这样的外在因素，再加上他们自己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哦，让他们很郁闷呐、啊。我们说，当孩子郁闷的时候啊，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当他郁闷的时候啊，他又排解不到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他整个内在的世界其实就在崩溃了，他就慢慢在崩解里面了、哦、在崩解里面。所以他们会担心，其实他们会担心自己是不是走火入魔。我接触很多学生就告诉我，老师，我其实是不是走火入魔、啊、我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我是不是需要去看医生、啊、我是不是要吃药啊？其实他们都知道哦、他们只是不懂怎么去 handle 而已、啊、不懂怎么去处理这种患得患失的一种的心理状态、啊、他们 也很怕自己陷入一种心理问题。其实他们都担心的，我们的孩子都担心的。他们的 body、哦、我们说他们的 body、哦、一直就被两个绿、啊、在那边拉扯，有没有两个绿在那边拉扯、okay? 所以他们一直跟我们说、哦、这些孩子一直跟我们说，说老师，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怎么样，随时会掉下去那个悬崖那边 啊粉身碎骨啊。你不要看他们12岁、13岁、14岁这样，他们其实很怕自己就跌在那个悬崖里面、啊、然后就从此不见了。其实他们比我们更怕、哦、比我们更怕。所以老师们，其实我要这样讲、哦、其实是说穿了啊，说穿了什么，那只不过是他们因为正在成长。你想一想，他从11岁、12岁到13岁、okay? 他从过去依赖父母到现在他慢慢、开始要学习独立、哦、他开始要很多的自由，他不过是在成长，然后再加上他身体还在不断变化嘛，对吗？他身体不断变化，还有他的神经系统、哦、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过程里面就怎么样，所以累积这一些的因素之下，他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跟调节从每一个感官引发的情绪。我们要这样看，因为他还在成长吗？生理还在成长、哦、这个心理也在调速嘛，对不对？所以他其实很多时候他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更重要就是说他所有身体的各个感官引发出来的情绪他没有办法很好的把控啊，所以 就会让他很不舒服、啊、很不舒服。这也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情绪会比较容易波动、哦、动不动你骂他一点点他就会很emo，甚至他会爆粗，他不喜欢、啊、他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绪的那个缸里面、哦、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哦、导师们，我们要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要学会怎么样正确的去表达情绪哦、怎么样正确的表达情绪。那我其实辅导过很多这些边亲，他们都告诉我说他们在家里面、啊、父母在所谓排解那个情绪的方法其实都是不对的。 OK、包括父母、会争吵啊，在他们面前争吵啦、啊，讲一些很粗暴的话啦，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所谓的爆粗很多时候是从父母那边听来的。因为当人在吵架的时候、啊、在发怒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讲了什么。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你看到完、哦、可能社会环境是一个因素，学校的环境也是一个因素，但真正的原因、哦、最后还是要回到家庭的这个教育里面、okay? 所以导师们，如果你面对的、青少年现在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你要帮助他正确的去表达情绪，然后学会接受好的情绪、不好的情绪，要去接受，要去跟他一起怎么样，要去跟他共舞、啊、我们说我们会有愤怒的时候，我们会有忧郁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很喜乐的时候、啊、所有的情绪我们都要教他们怎么样去跟情绪相处、啊啊、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啊、他们会成长的，不要担心、哦，不要担心他们一辈子长不大，他们是会成长的。你要相信你的青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你们的引导之下、哦、这一种的波动、啊、这一种的大起大落的情况，它其实会慢慢慢慢慢慢的减少。所以我们需要 patient， 我们需要等候、哦、所以诗篇126篇讲嘛，那个流泪撒种
的一定欢呼收割的。你撒种，你还要浇灌，你还要施肥，对吗？它是一个过程，所以你一定要耐心，你不能够说马上要看到果效，没有马上的。孩子成长不可能马上看到果效的、okay? 我们做任何服事、哦、也没有说马上看到果效，它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哦、需要一个过程。好了，我们也要需要让青少年知道、哦、情绪其实是神所赐的，是人的一种本能、啊、它就好像我们心理上的保安系统。其实这个之前我在过去的培训里面有教导过，不过现在再提一下，他这个情绪是我们的保安系统、啊、如果我们的身心灵面对威胁的时候、啊、这个保安系统就会怎么样，就会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我们自己，免得我们受伤害。所以我们要给这些青少年知道情绪是好的，不是说不好，我们不要一直给他一个感觉说你不可以发脾气啊，你不可以、啊、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发，我们不要随便发脾气，而我们的教导不是说不可以发脾气，而是不要随便发脾气。那个随便、哦、要给他知道、哦、要看环境，要看场合、要看什么事情，要知道那个不要随便、okay? 所以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情绪的保安系统很多时候也会失灵嘛，对不对？失灵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怎么样，就要去维修嘛。所以我们要帮助青少年怎么样，常常去检测他们的心理、啊、情绪的这个系统有没有一直保持在正常的运作。所以你看我们家里的 alarm system 如果有状况的话，我们也会请人来维修嘛，更何况我们情绪的保安系统，对吗？我们情绪的保安系统也是需要去怎么样，常常做维修的、啊、要去做维修。好了，这是这一个的情况哈，因为偏差行为跟情绪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哈，所以要花一点时间给导师们了解那个情绪的这个重要性啊。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哈，哈啊，这边说，哎，对不起哦，我妈妈说戴墨镜的都是不良少年啊，啊，然后那个熊猫就说什么，哎，我其实是国宝来的，我是熊猫啊，我不是不良少年。其实这里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时候要打破刻板的印象。 OK， 那老师们一直以来呢，青少年最不喜欢跟最介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被人家标签成为某一种的人设啊。你们大概知道什么是人设、啊、最近这一个词汇、啊、人设在网络术语里面很流行、啊、人设就是人物设定、啊啊啊、他们最讨厌被、啊、标签成为特定的人设，比如说叛逆啦、情绪化啦、暴脾气啦、没大没小啦、啊、不知所谓啦、小屁孩啦、破坏王啦、啊、比如说这些 OK， 他们不喜欢这些代号的、啊啊啊、你说帅哥美女啊 maybe 还可以一点、啊、但是那种我刚才说的他们其实是很介意不喜欢、啊、他们会抗议、啊、那导师们疑问、哦、我说疑问他们、真的是这样，他们是破坏王啊、小屁孩啦、啊、也是情绪化啦、啊、整天闹情绪，疑问那个是一个事实、啊、是一个事实。但如果我们一直把这些话、啊、包括父母们、啊、如果我们一直把这些话挂在嘴边啊、整天跟他讲，整天跟他讲，其实这种行为啊，我们这样做的一种行为其实就等同于什么咒诅，我们其实是在咒诅他们，因为我们一直这样讲一直这样讲、啊、你不会变的啦、啊、你不会改的啦、啊、我们是在等同于咒诅、啊、他们其实就会被这种人设啊，我们给他这种的人设锁死，怎么样锁死在那个框架里面 OK， 然后他永远都没有办法释怀的哦、他没有办法走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小心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哦哎、他当 你说他右耳进左耳出还好、啊、怕是怕什么，他真的听进去的时候、哦、那个就麻烦了，特别是这些不好的话他一听进去没完没了。难怪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提醒我们说、啊、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对吗、哦、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啊、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这是圣经提醒我们的。那虽然青少年我们也知道、啊、虽然青少年自己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个是没有错的，每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啊、但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所以亲爱的弟兄
姐妹、哦、我们千万、啊、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那一个、哦、让青少年走向边缘之路的那个幕后的人啊。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哦哦、原来他之所以这样，曾经是因为我们讲了一些的话或是一些事情导致他这样，那我们就是成为那个绊倒他的人。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要小心谨慎。那我们需要了解、哦、青少年、随着身体的变化、啊、他身体一天一天的在变化、啊、可能会去到21岁、22岁才停止、啊、我们说 他一直身体的变化，包括他的性、哦、性成熟的过程当中呢，他会逐渐产生一种新的体验。每一次身体有一个变化，他就会有一个新的体验、啊、身体又再有一次新的变化，他又重新会有一个新的体验、啊、同时呢，他也会很敏感跟好奇呢，周围的人、啊、对他们的言行、啊 言语行为啦，包括衣着形象啦、啊、的反应，他们其实会很在意，他们也会很好奇，哎，到底周看我这个人的、啊、比如说我个子矮啦，我比较胖一点啦，我的样子生很多青春痘啦，比如说这些是生理上的、啊、身体上的一些的变化，他很好奇周边的人会怎么样看他，因为周边人对他的一些看法、哦、他会按着这一些人的反应呢，他会去检视自己现在的情况哦、他会记忆，然后他会幻想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OK， 如果你教会的孩子有个哇满脸青春痘、啊、你又去笑他、啊、比如说类似是这样开玩笑的语气，其实他会受伤的。所以这一些东西、哦、老师们我们都不要随便说、啊、不要随便说。你可以建议他在饮食上有一些的调整，但你不可以去嘲笑他，你不可以去嘲笑他，因为他觉得你是在侮辱他。所以我们的每一句话，我们错的每一个的回应，因为你的眼神啊，看他的眼神、哦、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哦、那种反应是非常大的。所以当青少年的生活圈子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的时候，他们也开始会想要弄清楚什么呢，弄清楚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他们会开始好奇，他们会要去了解、哦、为什么呢，没有办法，这个是成长必经之路来的。然后他就会去了解是怎么运作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摸索了。他为什么要这样摸索呢，因为他只有在摸索的过程里面呢，他才会去发展出自己那个的所谓生存的武器、啊、他说哦，原来现在的时代是这样子运作的，现在的社会是这样运作的。 OK、哦、COVID-19 的时候疫情底下的社会是这样运作的，他会要去研究的，他要去摸索，要不然他怎么生存。所以他会有他自己的一套、哦啊、他要透过、啊、不停的犯错不停的犯错去摸索，去碰撞，去磨合，然后 去发展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生存的武器。 OK， 生存的武器 maybe 他觉得是很酷炫的，很酷的一个的、啊、所谓生存的武器。所以导师们，你可能会看不惯他们很多的行为、哦、OK，你可能会受不了他们一些的作风、啊、他们一些的 pattern 我们说，但你不可以否定，你不可以否定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所做出的尝试跟努力，我们不可以否定他们其实也在做出尝试，也在做出努力，因为他们不是故意要犯错的。 OK， 我一直相信、哦、没有青少年是故意要 犯错的啦，故意去捣蛋啊，故意去搞破坏啊，没有的、啊、那是因为在 成长的过程里面，不是每一个人的抗压力都是高的、哦、不是每一个人、处事都成熟的，不是、欸、有的青少年是很成熟，跟他家庭教育有关系，但有的青少年真的是比较天真、哦、我们说比较天真啊，浪漫的，但我们要接受的，但他也是有努力啊，他也是一直不断尝试去学、啊、那我们不可以否定他们所、付出的、啊、OK， 所以当他们达不到你要求的时候，好了，请你不要标签他们，也不 要一直有那个刻板印象、啊、他就是这样的、啊、他永远就是这样的，他就不会改了、啊、不可以、啊、好了，接下来 OK， 接下来就是洪水分开、哦、我们
说洪水分开，生命就盛开。那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哈，这则新闻我不晓得当中的导师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美国有一个州哈，在美国有一个州叫做路易斯安那州哈，有一间高中啊，高中叫做索德啊，索是伍德高中，在九月份的时候哈，刚刚过的九月份。连续哈，我们说他连续爆发了严重的校园冲突啊，校园暴力，三天里面哈就有二十三个学生被捕啊，被警察捕啊，被警察逮捕啊，在美国的时候，那但是家长的反应呢？因为他们的孩子被捕哦，但家长的反应不是埋怨或者是责备学校哈没有采取对的措施，他们的反应不是这样的。所以导师们，当我们的孩子犯错的时候啊，甚至暴力的时候啊，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会责备吗？包括父母，你是责备吗？你是埋怨吗？那这个学校和这些被捕的学生啊，他们的父母啊，第一个时间里面不是埋怨或者是责备学校，而是怎么样懂吗？而是主动走进校园啊，做义工啊，当起了义工，成立了一个叫做当值爸爸的团体啊。OK， 你们看到这个图案哦 ，Dads on Duty， 哦，他们自动自发走进校园里面，成立一个叫做“当值爸爸”的团体。那这些爸爸们哈，他们没有什么法律的这个资历啦，也没有什么辅导的经验啊，都没有。他们只是什么带着爱哈，带着爱的这个使命走进校园。OK， 啊，他们只是用爸爸的身份、哦、走进校园、啊、然后用那些平常讲笑啊或者聊天的模式啊，聊天的方式去跟学生建立关系、啊、去跟学生建立关系，用自己当父亲的经验呢给学生增加什么安全感，这个就是他们的应对方法。他们应对校园暴力的方法就是直接走到校园里面去跟这些孩子相处、okay? 所以以便能够让那个暴力的这一些的情况减低啊，我们说减低。那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哦，就是那个创办人呢，他有一段话是这样讲，他说：“哎，我们都是爸爸哦，是照顾孩子的什么最好人选？爸爸是照顾孩子最好的人选，他们就走进去了。OK， 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时代的孩子不是所有人都有爸爸的啊，有的人是单亲的嘛，有的人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哈、啊，也不是家里有人担任这个爸爸的角色，所以因此他们就怎么样，他们的出现呢，相信会为孩子带来怎么样正面的影响跟安全感。OK， 那也是解决校园暴力的最好管道。所以如果教会有一些这样的边亲的这一些的孩子。教会要怎么走、啊、这个是很实际的，当然这个是所谓校园、啊、当然我们的孩子教会的孩子也是会在校园里面嘛，对不对？他们采取的方法是直接走进校园里面、啊、就跟那些孩子一起相处、啊、一起相处。所以那个学校的校长、哦、他怎么样说呢？他说这些爸爸、哦、他不是去学校当保安、欸、不是、欸、不是去当那个 security、啊、不是去当那个 guard、啊、不是，他们其实是去学校做什么？去树立榜样。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在家里因为在外面，我们有没有为孩子树立榜样、啊、有没有树立榜样？特别是在成长中的孩子，他们需要有模仿的对象，如果我们给不到他，他就去模仿谁啊？明星啊，歌星啊，艺人啊，对不对？要不然、哦、他在家里没有安全感，没有爱、哦、他就怎么样？他就去参加诗会党咯，因为诗会党讲义气嘛，黑帮就给他很足够的安全感、啊、所以他们其实孩子成长过程都需要有模仿的对象、哦、然后他就从那个过程里面去学习啊。我们说去学习，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一个 case、哦、这个个案过后大家感觉怎么样？其实要帮助边青啊，我们说最帮助边青少年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直接走到他们当中去、啊、直接走到他们当中去。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也是直接走到他们当中去的，因为他们每天都跟我爆出、啊、对着我当面对我爆出、啊、但是感谢神啊，因为有圣灵的保护跟引导，那我的耐心、啊、是不只是100倍的，甚至是200倍300倍的。我们真的是直接走到他们当中 ，OK。
所以我这边会给大家至少五个层面，最基本的我们说边青牧羊边青最基本的策略大概有五个。第一个是什么？理解跟接纳。你发现当我在讲下去的时候这些东西好像似曾相识那些方法都大同小异的理解跟接纳就如我所说的，你可以不同意这些孩子的言行举止，但你不可以否定他们为了成长也曾经付出的努力我们不可以否定。你需要先学习接纳他们那种另类的思想不要去标签他们。所有的行为，坦白说，所有的偏差行为都有原因的。OK， 我们一定要站在他们的处境去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行为一定有一个原因的然后呢，避免用强硬的手段或者是武断的批评去对待他们。第一，先接纳，先去理解这是最基本的第一个要做的。然后第二呢，这是比较新鲜的吧，什么叫澄清当我们在做边青的过程里面，引导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做澄清的工作。所谓的澄清就是指很多边缘青少年因为观念错误嘛，对吗？他们的价值观不对 OK， 然后他们才会犯错，他们才会走上歧途的。Okay， 所以当你面对这些孩子的时候呢，你就要在这个引导的过程用后果我们反过来用后果的一个事实用后果的一个事实来反归回去，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错误的。那我们过去的教育是怎么样告诉你应该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对吗？要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会怎么样他们通常都不听的很多都是我有我态度不听的现在这个曾经是怎么样把他们面对的后果用他们现在面对的后果的一个事实去反馈回去那个前面他用的方法，给他知道原来你用的方法是不对的，这个叫澄清我们把这个整个过程叫做澄清，我们把它整个 divide 我们所谓的 divide 方向Okay， 那第三呢，回馈我们知道我们办很多营会聚会我们一定会写意见表嘛，对不对？通常你发现到营会住宿怎么样讲员讲到怎么样信息怎么样膳食怎么样节目怎么样等等都是意见的我们现在不要拿意见，我们要回馈。回馈跟意见是不一样的回馈。那我们要这样看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基本人都有追求美善的一个动机我们这样看。所以其实对青少年来说呢对青少年来说他们也会有追求美善的动机。所以因此导师们，你们在牧羊的过程里面，你们适当的回馈是对青少年一种的尊重。这种回馈比如说今天谢谢你在团契里面的付出这个的付出因为有你的付出让整个的聚会变得更顺畅，这个叫回馈。因为他在当中，你问他没有做任何的服事但也因为他的出席你都要回馈，要谢谢他的参与。所谓的出席他只要先生在那边你都要有一个回馈，你谢谢他的出席就是一种回馈。这一种的回馈青少年最需要，而且他会觉得被尊重。因为我不是在前台服侍，因为我只是坐在那边因为我是被服侍的那个。但你这样讲的是谢谢你今天来到烧团跟我们一起聚会，也是一种回馈。对他来说那是一种的肯定来的就是一种的怎么样，一种的尊重。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的尊重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非常的重要。OK，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这些孩子他会乐意的、自动的会自己去改变的，很奇怪的，很奇怪的。我遇到很多，特别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
不是给意见啊，啊，你不可以这样啊，你不可以懒惰啊，不是，我们用回馈的方法。哎，我们发现这些孩子哦，在上成长班一段时间过后，三个月、六个月过后，他自己会改变的，很奇妙，真的是很奇妙，他自己会改变。好，接下来示范，我所谓的刚才那个当值爸爸这样，直接进到他们当中，怎么样去树立榜样，这个叫示范啊。所以我们需要让青少年有一个啊，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的他摸得到的东西，看得到的东西。啊，去给他去学习，去观察，哎，这些爸爸怎么做啊？这些导师是怎么做啊？所以对导师来说是一个压力来的，是压力吗？一定是压力。为什么？因为你讲的每一句话，你的那个啊，你的那个 body language 啊，都是他学习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立榜样，没有办法哦。最后一个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哈，就是怎么样除去心中的杂质，我们说除去心中的杂质，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让青少年知道，一只手是不会排出声音的，对吗？一定要两只手才会排出声音。我们需要让青少年知道，当你面对不如意的时候呢，你不要一味的怪罪家人啊，怪罪别人啊，怪罪老师啊，怪罪同学啊，或者是怪罪环境啊，社会啊，这个国家不好啦，然后企图用怪罪的方法让自己置身事外，不可以。因为我们要给他们知道，因为一个手掌是排不出声音的。 OK， 我们就老实的给他们知道啊，这个就是我们就说是，不是我们就说不是哈，不要一味怪罪别人哈。我们要给他知道什么呢？成长就好像是在剥洋葱这样，有没有？你剥洋葱，你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样？你会流眼泪的。哦，当然我知道现在很多方法可以不用流眼泪，但真正剥洋葱，你一边一边去剥的时候呢，剥到一个程度，你就会流眼泪啊。这个就是成长的过程啊。我们会受伤啊，我们会懊恼啊，我们会流眼泪。其实我们要告诉青少年，神一直用情绪哦，让我们了解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发飙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当我们爆粗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神就用这种各种各样的情绪，让我们了解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神把我们跟放在某一些的环境里面啊，我们放在跟某一些起啊或者是让我们把放我们在一些某一些事情上，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本相，就是我们的真面目啊。所以我记得以前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也是这样，我最讨厌啊，最讨厌就是那些很摸的人啊。啊，我整天跟神祷告说，神啊，你给我的同工啊，你给我的 partner 啊，朋友啊，不要摸的，因为我是很急的人哦，我是速度要求很快的。我告诉你，神很幽默的啊，我一祷告过后呢，从此以后我身边的人出现的几乎都是摸的人啊。哇，神就通过这些摸的人哦，不断的去磨我磨我磨我，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所以神很幽默哦，就是这样，他通过这样的管道哦，就是要帮助我们从怎么样错误中去成长跟学习。因此导师们，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帮助你的青少年常常倒垃圾啊，我们说除去心中的杂质嘛，帮助他整天去倒垃圾，把心里面所有那些垃圾倒掉，每一天都要倒掉哦。倒掉，如果不倒的话，他越挤越多就会发酸，然后会变臭。所以当别人哦，不用说跟我们讲话，站在我们旁边都会 feel 到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发臭了，发酸了，有没有？所以我们要帮助少年人每一天呢，固定的时间里面去把这些垃圾排掉排掉排掉。所以要结束了哈。我们都知道哈，导师们，流动的水，我们知道流动的水是没有形状的，对吗？流动的水你看不到形状的，漂流的风啊，漂流的风你是找不到踪迹的啊，看不到摸不到，对吗？但是所有牧羊的工作，不管你是边境的牧羊也好，一般性的牧羊工作也好，儿童牧羊也好，所有的牧羊工作也好，都取决于什么？
都取决于我们的一颗心啊，我们的一颗心，我们这一颗心很重要哈，我们这一颗心很重要。不管你做什么事，所以刚才有一节经文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为主做嘛哈，做什么都像是为主做，不是为人做哈。我们要付出那一颗心哈。所以有的牧养工作取决于我们怎么样一颗心。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包括这些方法。我说，你看啊，这些的策略、方法啦、方式也好，是不是大同小异？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啊。你看很多的那些书啊，辅导书什么，很多都是重复啦、理解啦、接纳啦，什么都是类似，很多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关键就在于什么呢？关键就在于这个啦，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哈，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OK，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所以我想，边青的工作容易吗？不容易，任何的服事都不容易的。没有一间服事是容易的，但我们感恩的是因为有圣灵、在怎么样，在我们的神明里面做元帅，做引导的工作。所以我要用这节、经文、来、勉励大家、这边加拉太书这个六章嘛哈，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这边就讲嘛、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哪怕把它挽回，但同时自己要小心哦，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告诉你，导师们很现实的一句话哦，谁不想牧养乖的孩子，对吗？谁不想牧养听话的孩子？不要有偏差行为的、不要给我这样多麻烦的，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然而、我告诉你，很少有这样的孩子的啊、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碰撞跌倒越多的时候，我告诉你，如果导师们还能够用耐心去包容他，像我刚才前面所讲的，你不要去标签他，你做这个的话、做得好你起而行，你不是用言语去牧养他，你是直接走到当中、去做这些牧养的话，我告诉你他会 feel到的，他会感受到的。你回馈的时候，你做这些就是在回馈给他、他会自己改变的。所以老师们不要气馁、我说不要气馁，是需要时间的、那偏差行为其实就是怎么样，其实就是青少年在适应人生角色的时候他所产生的一种行为模式。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的，对吗？我们都有一套的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而有些人处理方法有他的这个模式，有的人就是那个模式，每一个人都有的。青少年也是这样，而他其实是在适应他人生的角色，而儿童有儿童的角色，他就去适应他，到了青春期他就去、用努力去适应这个青春期的角色。只不过有一些人适应的很好，有一些人适应的不够好，对吗？他就是有这种差异，但这个差异、不能够成为你标签他的机会。 OK，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的情况、那青少年如果要顺利、走过成长时期所带来的各种矛盾跟碰撞、我们怎么样、他们就必须要先学习情绪的教育。所以我今天讲到完、你说在上情绪课吗？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偏差行为跟情绪是脱离不了干系，他们因为情绪处理不好就会有很多偏差的行为出来，我们要接纳。我们大人也是这样，不高兴、孩子做错我们都会骂，其实这也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来的、所以如果青少年懂得适当的处理跟排遣他们的情绪的话，其实就可以怎么样避免陷入更糟糕的情况。 OK， 所以 我大概要分享的就是这样、我想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之后，因为我之前有收到一些的问题、圣光传道有、发我一些的问题，我可能就先回答那些的问题、然后再看看有没有新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与你同工，也谢谢你把青少年放在我们当中，
天父，我们需要你的引导，需要你的所赐下的智慧，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不会无缘无故就变成一个边缘青少年，他也不会无缘无故会去有许多的偏差行为出来。我们相信一定有一个原因导致他们走向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因此求你帮助导师有足够的耐心有足够的智慧去应变这些孩子所出来的这些的状况，让大家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你的话语来不断去调整自己在牧养上的一些的方法，以致在牧养的过程里面就能够每一天都立上加立，恩上加恩，也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孩子是你赐给教会的产业，赐给父母的这一个的产业，也是赐给我们所有人的这个培育下一代的产业。因此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去引导他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到老都不偏离。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用心我们去这个委身我们尽力去做的时候，天父你就必会成就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会祝福我们手上所做的每一样事情。谢谢天父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彼此学习，彼此这个召就，也彼此的代求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跟福气。我们如此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我想我就先回答一下这个永信，我先回答这个圣光传道先给我的这一个的问题这边有几个的问题，其实有一些的问题，如果线上的导师们你们可以的话希望你们能够回去听过去我做的一些培训的课程，我相信应该还在吧，那些视频因为一直要重复的因为不可能听一次我们就会掌握得好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进入青少年的心其实刚才我大概也讲了一些了解他们，所以这个我就不重复了这边主要是说请建议一些可以接触青少年的桥梁的活动或者是施工。那我相信现在有很多教会都起来走进校园这个是其中一个的服饰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教会如果他财力能力资源够的话，他们也开始在教会或者是教会附近成立一个所谓的青少年中心。这个青少年中心他是附属在教会，但青少年中心所主办的活动都是比如说是 board game 啊现在很多你知道我们孩子都是用游戏来成长的他们就透过 board game 这种方式再去把成长的课程带入在这些 board game 里面，然后去引导他们成长，这个你们可以去考虑一下。然后第三就是可以成立很多这些青少年喜欢的运动类我们说比如说足球的篮球的橄榄球的或者是爬山的很多，这样 我相信香港台湾其实做得蛮多了有关这一些的施工都有专门的机构在做这一些的服饰所以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也有最近在怡保应该是福音堂也是好像是以灵福音堂他们有一般的弟兄姐妹自己出来成立一间机构是以体育为主的，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吗叫什么名字我一下子忘记了，他们就是用体育的方式进入校园里面去接触学生，然后再把他们引到教会的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管道体育的管道，他们不单可以让这些成长的孩子透过体育去宣泄他们一种情绪的一些的管道之外呢，他还可以接触一些学校的学生这个是一些的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啦，你可以有这种表演类的比如说戏剧的表演的还有很多的，我相信当中的导师们应该我这样讲的话比如说吉他班的 类似这样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去了解一下，包括现在很多外面有举办很多的这一些美声班比如说美声班等等，其实特别是现在疫情没有办法做很多实体的时候，其实很多父母也在想要怎么样用很多的时间去安
还有他们孩子的这一些的时间啊，所以就很多不同的一些事工就会起来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OK， 然后现在这边有一个题目就叫说，为什么目前大多数的青少年都没有人生方向啊？这个我不晓得是从你的角度去看他们没有人生方向呢，还是他们跟你讲他们没有人生方向。 OK， 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不管是幸福家庭的被宠坏的，还是家庭破碎的，都好像没有人生方向，所以我不晓得你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他没有人生方向呢，还是他们自己跟你说的。那我是这样看啊，你没有发现当一个时代越来越多选择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选择困难症，我们反而不知道要怎么选择。真的，这个是一个趋势来的，也是一个危机来的。我觉得我的年代我就不需要做什么选择。 我觉得这样好不好，导师们，我们不需要太过去介怀这个的东西到底有没有人生方向的东西。其实这边有两个建议，你让他去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其实就是一个人生方向。先把他当前的事情做好，我坦白说，好像边亲这一些孩子，如果他喜欢玩 online game 的，我不会去禁止他们玩的，因为你越禁止的话他是越反弹的。你先让他去玩，你去让他玩好他。我挑战我的学生，OK， 你要玩 online game 是吗？你玩的话你要把它玩好，怎么样玩好呢？你不要在那个过程去爆出，这个就是玩好，那个其实是一个功课来的。你不要去爆出，你不要去骂人啊。如果你做到这样，其实就是他一个的人生方向来的。我们就给他玩了，但是附带一点点的条件啊。然后我们再把一些相关的活动，用他玩 online game 的那些方式让他去做带领的工作。你不是很喜欢玩 online game 吗？好，我现在把一个活动留给你，你就用你那个 online game 的方式去帮我策划这个活动。我告诉你，他会很用心的去做，他就会想尽办法用他玩 online game 的模式 among us 啦，特别是现在的什么很多这些什么 survivor 啦，包括什么鱿鱼游戏啊，这种红到没有边的这种东西，他们都会很有兴趣去模拟一套的游戏出来。他们其实是可以的，他们的能力是可以的，所以我想先去让他把眼前的事做好，其实就是一个人生的方向，而不是说你将来要怎么样。 他其实现在特别是疫情期间，他很懒去想那些的东西，把他眼前的东西先做好，然后做他不讨厌的事，先让他做他不讨厌的事，先从这两个管道里面开始，好吧。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如果当他主动来跟你说老师我没有人生目标的，然后你问他，那你是否愿意让我来帮助你呢？如果他说愿意的话，那导师我这边有一个方法给你，推荐给你，你用这个递减法来帮助他去找他要的一种所谓的梦想。递减法就是什么呢？你把所有相关的一些行业啦、科系啦，全部去把它列下来，然后问他不喜欢什么，你就跟他删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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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递减法。然后到时候就知道自己要什么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应该明白因为他太多嘛，有选择困难症，他不知道，他也懒惰去想的时候，你就用递减法去帮助他。如果他愿意让你去帮助他的时候我们不要强迫他不要强迫的，你就用递减法 OK， 删掉删掉删掉，剩下那些就是他要的，然后再去帮助他，看他怎么样去要去跑动，先用这个方法试试看试试看。okay，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怎么样让现在的草莓族愿意走出自己的舒服区这个是我们说草莓族其实是80年代从台湾出来的一个代号词所以你看日光之下无形事现在已经00后了还有草莓族青少年群体里面还有草莓族。草莓族都是什么呢外强内干外表好看，一掐就烂了OK，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你可以帮助这一些人就不喜欢走出舒服区的人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活动，导师们你们可以试试看，
你拿一张纸哦，拿一张 ，OK， 类似这样的啊 A4 纸哈，比如说啊这个，好，拿出一张啊，比如说 A4 纸啦哈，你在 A4 纸那边你就画一个大大的圆圈，好，你就画一个大大的圆圈。好，你就叫你的那些青少年啊，拿一个 A4 纸画一个大大的圆圈啊，然后在那个圆圈里面画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来的。好，我们也要这样做，我们跟他一起来做。你就画，画了自己过后呢，你就把现在自己有的东西再画下去哈。所以他一定会怎么，好像我这样，我就把物质画进去哈，在那个圆圈里面有什么呢？有物质，有车。我们呐、啊，我们大人呐、啊，那你就让青少年他们自己画。而你现在在你的圆圈里面有什么？除了你这个人，他就会跟你画什么？电脑啦，对不对 ？Online game 啦，啊，朋友啦，或者是一些流行歌啦，对不对？哈，他们就会画他们现在有的东西。那你就一步一步去引导他哦。他画完过后，那你就说 OK 啊，这个区呢，这个圆圈里面呢，就是最安全的。就是最舒服的，是最没有啊、最没有施肥的，因为他在里面待惯了嘛，对不对？好，待惯了嘛，然后你就问他，哎，你就问他，如果现在你要走出这个圈子外面，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让他去写出来，你让他去写。好，我给过我的学生做，我给过我的青少年做，我这边跟你们分享一下，他们写什么呢？他们写害怕 ，OK。如果他走出这个圆圈外面，会有害怕，会有危险，会有做错事情的啊，会犯错。他们就写这些东西，会出错，啊，会很多的不确定性啊。他们，我告诉你，他们很会写的，你就让他们去写。写了过后呢，你就问他 ，OK。如果是他写犯错哦，你就继续问他。如果犯错了会有什么后果？你去问他，你就再叫他写 ，OK？ 犯错了的后果，他可能就写被骂了，啊，对吗？被父母骂了，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啦，朋友不啊，怎么他就会写出来过后，我告诉你，很奇怪的，有一些孩子他就会写什么，犯错的结果，有可能的答案出来是什么？会学到新的东西，会学到功课。啊、会学到功课，所以你要让孩子走出舒适区、哦、你需要一个过程的，你不能够说，哎，走出来要把他那些东西拿掉，拿掉啊，对不？比如说父母啊，就喜欢拿他的啊，把 iPad 拿掉，要把手机拿掉。我告诉你，因为你拿掉啊，他还是来在那边，他不走的。我们是要做引导啊，他有的人真的是会写，他会学到东西，从错误里面学。学到东西，所以你这个时候、哦、你就要挑战他了。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啊、说像我们讲的嘛，如果以色列人不踏下去那个约旦河，约旦河就不会分开的。他一定要尝试走出去。他踏出去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哎，第一，我会接触到新的东西；第二，我的朋友会越来越多啊啊，我会开始啊认识一些我之前过去没有认识到的啊，没有看过的东西。这个就是新世界 ，OK， 所以慢慢引导吧。这个是一个管道吧，这个也是一个我成长班里面会用的一些的工具哈、哦，是属于辅导层面的，所以可以建议给导师们，你们自己啊、看看要不要用啊。好，我收到的问题就是这么多了，所以我就把时间交回给这个永信好吗？好，谢谢凤盈传道为我们解答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讲到关于青少年他们在假期的时候特别会向往去打工赚钱，那请问刘传道有什么样的看法或建议给导师啊？啊，不好意思，我没有听到后面那个，就是在假期怎么样？在假期的时候他们会想要去打工，也是有来教会。会不要来教会？对，他们更向往去打工赚钱。这个是一个很棘手的一个的状况。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间教会所做的事情哦，就是有一间教会哦，他们在学校假期的时候呢，就鼓励啊，当然不是强迫性啊，就鼓励这一些青少年呢回到教会里
里面去打工，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的身份，就是回到教会去打工，把他们划分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有的就把它放在行政组那边，有的就把它放在图书馆那边，有的就把它放在跟那个园丁啊一起去学习打工，怎么样去种那个花草树木做修剪。那他们怎么样安排的呢？就是抽签啊，抽签是没有的，没有的生气的哈，你抽到什么你就去做什么。然后他们就会意识象征式的给他们一些的费用， OK， 费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像他们讲的打工费吧，打工费。但是那个教会呢，他就没有给钱，他是给什么？他是给那个所谓的那个书卷啊，或者是一些的 voucher 让他们去买自己要的东西啊。因为如果你买了一些东西他们是不适合用的，又好像很浪费嘛，对不对？他们就用 voucher， 用一些 voucher， 他不会给他现金，但是用 voucher 来奖励他。所以整个假期里面你会发现，他不但在那边了解到，哦，原来教会是这样运作的，原来行政通过是这样运作的，周刊是要这样准备的，原来园丁是要这样的，茶点是要这样，要打扫教会等等，他会觉得，一面要去了解教会之余，我也是有这个回馈，我们刚才所说的回馈，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去想一想。然后第二，为什么他们要去打工赚钱？为什么他们要赚钱？他们是缺乏权吗？这个是我们要想的。如果他们真的是家境真的很贫穷的话，那你不可以怪他，对吗？因为他是要去帮补家用的，这个我们要理解，要理解。那如果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的管道，让他可以来教会之余也可以有一些的回馈给他，帮助他，我觉得是一举两得了，一举两得。那如果真的是他家境没有办法需要，我们就要理解，就让他去打。但他不是，他是因为比如说他是要打发时间啊，或者是他是要去接触一些新的东西，还是什么？我们要先了解为什么他要去打工，是不是要跟同学在一起 ？OK， 是不是要跟？现在我的学生很多都是一大班就去喜来登去捧餐过去啦，就去捧餐。为什么？因为他们喜欢一般人同样去做一件事情的那种氛围啊，他们。所以如果在教会也一样嘛，如果你教会有30个青少年，你就把他们分成几个 group 啊，就让他们3个人就一起，怎么样把图书馆美化做得更好，那图书怎么样排会让大家看着怎么样去鼓励，让他们去想有一些的这个东西，去让他们去创作一下，这个是我建议的。 OK， 希望有达到你们的问题，好吗？好。那另外一个就问到刘凤仪传道，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下你在牧养这一个边缘青少年的时候，你所面对到的一些挑战跟一些的心得？OK， 因为我主要是进学校嘛，学校边青他们其实都是在学校里面被边缘化的。所谓被边缘化，就是他们成绩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哈，但父母又不肯让他们去做工然后他们只能够在学校每天就睡觉，然后就搞破坏。为什么搞破坏呢？因为他们不要留在学校，你只有搞破坏就会中 discipline， 对不对？你中了 discipline， 学校就会怎么样，放你出去了他们就是制作这种犯规的行为离开学校。所以当我们接触这些学生的时候是头很大的第一次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次也是最关键的一次，也是最头痛的一次，但也是这一次我们需要超过100%的耐心他们会第一当你透明这是第一他会当你透明。第二，他会故意在你面前讲那些黄色的东西，然后在你面前爆出，很不客气的就直接问候你18代祖宗，就是这样那些很多符号出来的 ，OK。然后呢，接下来他们会故意在你面前丢纸就是这边的学生把这个纸张折飞机就这样丢来丢去，总之是当你是透明就是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呢？你就要祷告你就要当作没有一回事继续做当做的 ，OK。你会发现当你继续做的时候，一问他们就当你透明。我告诉你，很奇怪的，总是会有一个学生或两个学生他的眼目会看住你的，就够了老师们就够了，我觉得就够了。一问
一个两个就够了。那我是怎么调节我的心情的呢？我看到他们这样的时候，我就转过身啊，不可以给他看到我的样子哈、啊，我就转过身，我就在那边深呼吸哈、啊，我就在那边自我。我安慰讲哦，这个世界依然美丽、啊、他们有耶稣的形象。OK， 我就在那边深呼吸啊，我挨着做深呼吸，做了十次过后、我又再转回去，就跟他们笑嘻嘻。OK， 然后你知道吗？我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就说我神经病，没有关系，他们要骂什么都没有关系。OK， 时间到了过后，我告诉你，奇迹就出现了。我每一次都是这样做，都有奇迹出现了。离开的时候呢？他们会把那个椅子、哦、大大力、哦、这样盖下去、啊、因为他不爽嘛。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吗？其实他们不是讨厌你，其实他们是要先下马威、okay? 他们要先树立他们那个的地盘先、啊、免得你踩进来他们就没有瓦斯群了。我们说 OK， 我明白的，让他们去。很奇妙的，他们 丢那个椅子很大力、啊、然后就哇很没有礼貌的啊，甚至有的在后面 吐口水都有。没有关系，走完过后很奇怪的，突然间就有一个学生、啊、每一次就是一有一个学长还是两个学生会跑过来说，老师谢谢你，很奇怪的。而且那个讲谢谢的那个学生、啊、就是刚才最捣蛋的 OK， 爆出最厉害的。所以老师们，我怎么样跟你们说呢？有时候这种经历，每一次当我祷告，当我放下自己的自尊心的时候，有时候我在想、哦、为什么我要这样委屈自己，对吗、啊、我嘎嘎的、啊、我说我嘎嘎的都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我为什么来到这边受委屈、啊、让你们在我面前爆出吐口水，比如说这样、啊、我何苦要委屈自己。 No， 因为我知道在他们的身上、哦、其实就是有神的美意 在当中。我们有没有去给他们机会啊？有没有去给他们机会去、啊走出来，然后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每一次都是用这样的方法。然后两次三次过后、啊、那些学生、啊、他甚至会跑来跟我说，刘老师你不会觉得辛苦的吗、啊、我们改不好、啊、你又难过我是不是？我们改不好你又难过、啊、然后我们坏蛋的时候你又生气我、啊、你是不是会神经病？你是不是等一下老了、啊、不是要去精神病？我告诉你，老师们，当孩子、哦、被这样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他在改变了。我已经不止一次、哦经历这样的一个的过程，所以我很感恩神、敢敢把我放在这些孩子当中。因为我不是有特别去拿这一个什么好像香港啊台湾那种社会工作者的那种专门教边青的，我没有了。我就是好像那个当值爸爸这样，我是一股啊就是用传道人的身份，就一股那个爱心哦，就这样冲进去啊，一股使命就这样冲进去。然后我就跟神说，神啊，我什么都不懂啊，但你懂啊，啊总之我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看一步。所以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什么秘诀啊妙招，我告诉你，一百个偏差孩子你就要用一百招，你要见招拆招，就是这样。神会引导你怎么样见招拆招。怎么样讲呢？就是感恩啊，我很多的学生哦，过去是很偏差的，被警察抓过的啊，参加过黑帮的，现在都信主了，也自己出来做老板了，都有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希望能够带这些学生也有机会去到你们教会可以跟你们分享他们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好吗？谢谢。好，谢谢刘传道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么精彩的这个分享。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圣光传道来为我们今天这个聚会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过会有一个的报告。我们也请圣光传道。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晚上透过刘凤仪传道的分享，使我们看到这个边缘少年不单是在学校里头，其实我们今天也处在这样一个窘境里头，教会里头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们甚至也渐渐的边缘化，是我们没有觉察到这些
少年人，他们不大愿意听劝，他们也过着我行我素的生活，他们甚至在教会里头做一些奇怪的一些的动作。主啊，面对这些的边缘少年，无论是教会内的或者是教会之外的，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给我们有聪明智慧，透过今天晚上的讲座，主，至少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要标签他们，我们是要表扬他们，在他们所行的事上看到他们有一些的优点，我们给他们一些的赞赏。主啊，不单是少责备，而且是多鼓励。我们不是做而言，而是起而行。主啊，你让每个导师们、每个父母们都能够先从自己的身上有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能够学效。主，我们知道现阶段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非常担心这些的少年，甚至是我们的下一代，因为这群的少年人，我们真的是很难有一些的好的方法去牧养他们。但是感谢你，至少我们看见我们的态度需要先改正，与其要求少年人去改正，不如我们先改正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不是符合他们的错误，而是先让我们谦卑的去服侍他们，让他们渐渐在我们的爱心、耐心、时间的考验里头，他们渐渐的能够苏醒，他们能够看到我们在他们身上的用心，他们自动会改正。但是最重要还是靠着上帝的力量，靠着我们信仰给我们的负担使命。主，我们把今天晚上所讲的这一切都牢牢记在心中，求你带领凡是所听见的，无论是教会的领袖、同工、导师们，我们都一起来学习这些的功课。愿主你亲自带领，把一切荣耀感谢都归给你。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带领刘凤英传道，他在边缘少年的事工上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求你施恩带领。谢谢你，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让我为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报告。来临11月30号，同样是8点到9点半，有另外第二场的讲座，同样是由刘凤英传道为我们分享不能让内心生出铁锈，青年人对教会的归属感。那期待大家都能够出席这个第二场的这个讲座，也盼望大家可以邀请身边有兴趣的弟兄姐妹来一起参与。那关于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大家可以去到 YouTube 以圣的 YouTube channel 来到去看回今天的讲座，以及之前刘凤英传道所为我们带来的一系列的培训，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所以大家可以去上面来到去听。那也感谢大家出席今天晚上的这个培训，再次谢谢大家，大家晚安，下一次再见。